丁教授，谢谢谢谢。我呢要请你原谅，没有特别向观众介绍你，因为你实在太出名了，天下谁人不识君啊。谢谢谢谢。尤其是你的头衔太多了，我来大给大家念一下：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，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兼中国国际关系学院副会长，中国太平洋学会副会长，中国人民政协论坛特聘教授，国家海洋事业发展高级咨询委员。你的职务太多了，也太出名了。谢谢曾老师，谢谢教授。那都是虚名，都是虚名啊！我实实在在就是人民大学一个普通老师，这是我最重要的工作。